我系潘佩轩，我系踢过2017年赛马会青少年足球精英会，同曼联 U16 青年队斗波之余，喺佢哋身上学习到好多嘢，另外一个好难忘嘅经验。曼联青年军嘅基本功、个人技术同比赛态度都有好多值得学习嘅地方。赛事会有网上直播，大家记得留意啦！约定大家8月9号、12号一齐睇直播啦！